有乳酸菌的存在。之后我们要利用微生物时期的细菌平板分离，去分离出它的乳酸菌，再以格兰仕染色去做一个鉴别。之后我们以无锡大堂的脱氧冷水这支乳酸菌与我们原理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我们的制作流程。梅子鱼露制作，我们固定盐为 20%， 以 80% 的东方灯笼鱼作为对照组，则与梅子分 pH 值是逐渐的快速的下降，而有机酸在第56天，我们发现添加 40% 的梅子在第56天时逐渐的快速上升，我们怀疑里面含有大量的乳酸菌，接着我们去分离出乳酸菌，利用乳酸菌在 MS 培养基因的影响。所以呢，为了证实这个实验，我们去食工所买了米斯拉哈的 Torinus 这一支试验性乳酸菌，来确认乳酸菌能降低 VBN 值。而据前段实验，我们怀疑说梅汁鱼露的 VBN 值下降，有可能是因为乳酸菌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米斯拉在涨的。后来，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的鱼露中是否含有 GABA， 我们就去跑了薄层层析法，发现到我们对照组的鱼露中它是含有微量的 GABA 的。最后我们还去跑了 HPLC， 发现到有添加维 i 拉 a 的 Torinus 跟 IPA 味精的，它的 GABA 含量有大大的提升。最后我做个总结，在本研究证实了第一，这是哪一组？这是30%的。对，跟我们经过和老师的讨论后，觉得40%的它的梅汁比较多，所以它比较酸，偏酸；而它10%它的鱼腥味会比较重，所以我们跟老师讨论后，我们选择了30%。你现在用的是那个鱼的那个材料很好，对，像 VBN 实际上的它是一个挥发性的含化合物那个腥味。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，它原来的原料里面就有细菌，应该有腐败性存在。你这样子的话会腐败，腐败就开始有 VBN 的产生。是，那你现在一直在讲乳酸菌，那我没有办法抑制这些那个，反正是一种 LP， 可能就是说清理就是耐盐性的话，这个它的耐盐的浓度是多少？应该就是大部分的乳酸菌或者细菌在盐的情况下不容易生长，那你这个乳酸菌能够耐20%的盐程度，耐到多少？你是说我们梅汁鱼露里面的鱼的其他什么种类的乳酸菌？然后我就跳到食工所去买的那个乳酸菌，那这个中间我不晓得我是根据了什么，然后决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决策。这个中间我们是有失败过，因为我们只是想要就是去用我们分离出来的乳酸菌，就我们鱼露本身分离出来的乳酸菌，以及这株试验性乳酸菌加到鱼露里面，形成一个 AB 组的部分，然后去比较到底是我们的梅汁鱼露的乳酸菌比较好，还是这一支的乳酸菌比较好。我们经过和老师的讨论，发现到40%的是之所以为什么会那么稳定，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在腌制的时候，梅汁有盖过鱼体，它才会 VBN 值才慢慢的开始变化。那你这样不就又多了一个变异？对，我们变异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那可能当初设计的时候那个量就要足以盖过鱼。对啊，这样子多了一个变异，多了变数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那个鱼虾每一只80%啊，是你那个鱼怎么算？它就是那些什么东方灯笼鱼，然后假设用100公斤来算哈、哦，所以你如果是很这一缸子里面的盐是，就比如说
总重量是一公斤，盐是200公克，然后鱼是800公克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要 A 这个量的比例看不太懂。就是800公克的鱼，然后用200公克的盐把它腌起来，所以它就慢慢会出水，所以最后都得到鱼露。好，那如果是 B 的话，那个鱼。假设也是1000公斤，对1000公克来算的话，哈，盐呢是200公克，然后每一只是100毫升，好，那鱼是700公克，就这样算的。OK。最后在第三大部分，我们进行了保鲜用可食膜实际用途探讨。首先，我们实际进行了蔬果包装之测试，比对蔬果包装后的视觉差异，结果发现，理论观察，我们首先发保鲜用可食膜就。结果发现，包装冷藏后，我们所研发的保鲜膜可食膜与市售保鲜膜是水力相近，且未经包装的是水力有着明显的差异，并且蔬菜进行包装冷藏后，则保鲜膜进行蒸煮加热时会有酸的余地。所以我们进行蒸煮加热测试，结果发现，我们所研发的保鲜用可食膜其强度足够承受蒸煮加热测试，进行蒸煮加热无膜保存的。最后，因为现在微波蒸煮非常的方便，然后本研究运用了全新的成型。原理及微喷技术来制造出保鲜用可食膜，研发出不需要添加塑料成分，是真正可食用且可分解。经由一连串的科学验证，我们所研发保鲜用可食膜的确有。好，然后呢，你们用那个甘油跟用醋酸去做一个电力去调节，啊，去调整它的一些氟化特性，是你自己想的还是是怎么出来的？那你们的这个最新的创意是什么？在哪里？创新点在哪里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，就是说你们为了要那个减少塑料袋，所以用这个哈，来做材料是很好。那所谓减少塑料就是没有办法分解。那只是说你们有没有去做过它的，比如说埋在土里面的一些分解的实验，或是有没有想过，那或者分解，或者分解到处都可以。一定哦，一定275克。那为什么它固定在275克？然后再用不同的这个甘油浓度，那这个都是有这个变数，这样是最，当时我认为它是最适合。比如说我可能有五个，同样有5个浓度，哦，这两个各有5个浓度，那我做起来的组合应该有20几个这个组合。那我们是把它固定哦。那你这一张来讲，因为海藻酸碰到钙离子就会变成硬化胶体，那。你这边是怎么控制它？那另外呢，你的那个加入醋酸哈，这 idea 是从哪边来做一个启发哈？那另外就是说，像你这一种比较好，像说我微波之后，那因为会有水蒸气嘛，是有参考的。对，所以说这整个的创新点到底在哪里？如果说今天是甘油是你们讲出来，我就觉得你们厉害了。甘油可以保湿嘛，对不对？保湿是，所以。Okay, 你们有参考对，那创新点，那你觉得你们创新点在哪？我们把保鲜膜可以食用，而且没有食用可以食用，对啊，你们有拿去吃吗？有，我们有实际吃过。哦，可是，在你们这里面并没有讲到。对，但是这是可以吃的。对，现在因为醋酸为什么要加0.275克？是我们一开始知道加了醋酸会比较好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要加多少的量。所以我们先固定一个，结果下去测试后，我们发现加了醋酸，它有明显的厚度，它浓度会增加，粘度，然后粘度可以控制膜的厚度，啊，膜的厚度会影响到，膜的厚度会影响到膜的强度，所以我们抓了最好的配方，最后。因为酸冷度，塑胶袋碰到高温的时候会产生粘度。对，酸冷度。所以我们提供这个。听说你们有没有试，把这个粘度根据解除？有。会不会来当时是不是自己做包里面的这个？可以试过。它有。不会说你倒出来。我有水就可以。它不会分解，但是它碰到水会，就是就。接我的工厂，对，他另外来找。想请教，我不认为你们这个是3分钟，你这个 know how 这个叫什么？对，这边前面回。
说用米汤什么黄豆什么，有加这些东西吗？我们直接用先用市售，然后你们去买现成的蛋糕，然后把它打碎，就是大家就是市售的木屑，对，就是配太空包会用的木屑。从哪里买？那也不是，就是市售的太空包了。他说的这些东西，你市售的太空包拿回来，对不对？好，实际上你是针对那个太空包的比例加了多少仙草砂，对不对？它不是取代木屑，是整个太空包的木屑，它是整个太空包占的比例，是不是这样？对不对？是这样子吧？不是取代木屑哦。好，再一个，你的空白组是空白组，就是纯粹都是太空包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空白组是木屑。那你木屑从哪里来？就是从老师的朋友那边拿来的，因为他有在，对，他不是，可是你买的那个太空包里面加的不是你另外那一批的木屑，对，木屑也不。哦，你去买了人家市售的太空包，把太空包打碎以后，那你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加了仙草渣，加了仙草渣下去，那那个控制组那个木屑，每一组都有加吗？你们都应该是你的实验的第一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是那个表。我就说这个表，表面里面那个0% 是太空包吗？对，是太空包，就纯粹是太空包嘛。然后是那个图一才是木屑，真的是木屑。没有，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先要厘清啦，就是你到底取代什么东西？还有，你知道在做太空包的。好，你说我先找扎心扎心，这个我接受。但是你最后再……然后为什么我这样子做出来东西，我可以认为它是具有生理活性的粗多糖，跟我们讲的粗多糖是有差异性的。这个是因为这是你重要的一个诉求点，是不是应该找出来？还有你有没有记住？有第三，杜以此为研究之发想，对于甜酒酿加入香肠之中，我们提出了四大假设。是否可以减少香肠中精制糖的添加，并且提升风味以及口感？第二，我们是否可以将甜酒酿不会以5%的乳酿液取代香肠中的糖水比例，再以6.5%、5%、7.5%取代香肠的酒粕粉，取代香肠中的玉米淀粉？制备好甜酒酿香肠，进行各种酒粕粉的制备，是先将酒用滤布将酒粕与酒酿一分。然后酒粕在50°C热烘干到5天之后，确认完全干燥，先用手涂上这样的粉状。关于甜酒酿的实验，我们有测定它的糖度以及还原糖含量。我们测定糖度的目的是为了要测定它的可溶性不食用含量，并且加的发酵时间。我们还原糖含量的目的是要以 DNS 标准曲线来推算出我们应该取代多少的砂糖添加含量。研究结果显示，我们的甜酒酿糖度在60小时的时候，其实是以自由基的70%为9.09%。再依据维生素 C 的标准尺寸来推断，每毫升的酒精含量大约等于64毫克的维生素 C。我们测定它是酒酿中富含的维生素 E， 好的抗氧化效果。依据这实验，主要是想要了解香肠是否有更好的抑制能力。抑制圈越大，表示样品对于力越强。由图显示，对照组以及实验组的比对，实验组胜出，所以我们的酒酿液具有更好的抗菌效果。接下来是中式香肠的制作，我们的制作流程如此，很想可以参考。这是我们的配方，特色是一般香肠我们添加了5%的砂糖，但是添加16%的精制砂糖用量。接下来是外观描述的方法，这是我们的样品。可以看看，添加酒粕粉会导致香肠腐蚀香，过多的酒粕粉会导致香肠腐蚀香肠，而其中以7.5%的添加量，光想感最为严重。接下来我们再参考一下，接下来我们就以吃这个香肠来最终做成本分析，这是我们的成本分析表，1根8公分的香肠多了85克。一般偏向偏照组香肠的，我们一开始提出的假设是否符合？第一，减少糖类的添加。我们甜酒酿香肠的配方中
部分以及酒精。这种部分制成率，制成率大概在14到16吧，是十五分。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去了解一下市面上的2块左右，一克多0.2块，一克0.2，然后1000克，一公斤200块。好，谢谢。让消费者环保意识抬头，追求具环保性的产品，所以我们以海岛酸钠制作可持性薄膜取代市售调味粉包装材，运用海岛酸钠其成活性创造新型的调味粉包，其具环保可受环境分解之特性，可特质满足了消费者的要求，同时也可减少塑胶废弃物，为减速行动添一份力气。我们的研究架构，我们以0.4、0.6、0.8、1.9乘以4.5的4.5公分。然后包入粉，然后热压烘干，然后我们会以选洗，然后我们由0.4和剩下0.6%溶液，在70°C烘烤时间很最长，然后它的制成率很低，且含膜。会产生许多的小气泡，然后在所以我们一开始便计出了0.4及0.6%的溶液，0.8、1.0和1.2%的溶液在观察，在考温架构的时候，我们四周会产生许多的小气泡，我们良好的可食膜。为了观察表面是否真的无气泡，所以我们以显微镜定点观察。这张图它是水分含量测定，但我们测了0天和21天，然后我们换算成了稀释倍数，可以发现三者浓度海藻酸钠的浓度，它的稀释倍数接近。